Siete deboli lì, no?好多武術愛好者啊，周末啊都集中喺啲啊，順便有好嘅武術交流啊，大家都掂到位置啊，以鍛鍊身體為主啊。哎，都會得嘅，有力量啊！啊，出嚟！啊，一力撞住嚟，嘿，去啦！嘿，一力，去邊度？嘿，我嘅隊友李晨啊！嘿。我有很忙哦，我的戴头盔可能好啲哦，戴头盔好点。阿姐，阿姐，打落龙啊！睇咁佢啲脚落下面。那大家看到这位身手敏捷、身体强健的这个老师傅，就是范师傅，他的祖籍是广东佛山，他在南宁的话，这个徒弟啊非常的多，而且各个身手不凡。那他今年已经71岁的高龄了，从12岁开始练武功了。小的有丹田，练功夫有实在气功。我所谓气功什么呢？大家呼吸，每个人的呼吸没有都有气，没有气的人就死了。嘅传统武术就通过动作嘅练，把丹田气逼出嚟。丹田气。打晒以后，佢慢慢佢就会通过佢里面嗰啲血压嘅压强，我哋全身经络同组练武本身就系一只健身嘅过程。哦，那这里的话是南宁武术爱好者武术交流的地方啊。为了做足这个安全防范的措施呢，他这个护具啊也是挺齐全的，真正做到了安全第一，友谊第一。阿斗棍听咗十分钟。有皮有节有眼完完整整，人哋好爱啊！一打落地去嗡嗡声，百年不变，有青有黄。我哋专门就洗澡啦，啲节啊，按摩啊，只手啊，有条血脉，越洒越旺，当黄袍咁，留得几百年，噔噔声，嗡嗡响。想跟徒弟一起上啊！北楼，你系讲咪讲白话，讲客家话噶？讲客家话。哦，客家话。我以为北楼都系讲白话。